但你们没有骗你，拍两段，然后故意挑这一段给我看吗？怎么可能，白痴吗？我们他妈就是要搞你，爆了，上，没爆皮，十八号选手红，十八号选手红，哦，十八号选手要站进去一点哦。那些什么整老婆啊，开开箱的，我羡慕你们，我想要做你们那一种 YouTube， 让我加入你们好不好？我们要用生命拍片，用生命拍片活不久啊！真心话突然就说出来了，拍两段，然后我们要用生命拍片，拍两段，然后我们要用生命拍片，拍两段，然后我们要用生命拍老人。